东京高原子有间好过瘾嘅烧肉店，烧肉价钱由10 yen起逐片 order， 老细会原隻虾毛和牛入货，再分割成58款蒸肉、32款内脏，100 yen 以下就有8款选择，10 yen 一碟有2片猪胃，蒸肉类价钱就60-250 yen。全场最贵就是牛腰近背脊的中心位，口感柔软，好浓肉味啊！呢度只卖500 yen， 一般烧肉店要卖贵一倍噶。一人一炉的设计，人人专心烧肉，酱料都不马虎噶，分3款盐同3款酱料。推介大家饮专配烧肉的红酒，同埋原盖柠檬沙华。日本开翻关之后，就要即刻飞去探烧肉。